是黄靖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rek 何维健。今天的爬爬照导游何维健、黄靖伦远自新加坡来台湾发展，希望他们的音乐在所有的华人世界都听得到。终于有机会一起出来了啊！而且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里了。我们宣传期也好久，都好累。对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哦。今天刚好有空可以吃饭，可是我好像生病。啊，你生病了？对啊。但是非常好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同时呢，你不只可以喂饱自己，还可以去看病哦。好吃好喝又可以看病，看病，对，看病看病。那你有带健保卡来吗？有啊，我完全有带好我的健保卡。我们来吃这个，在我手上好不好？对 ，Let's go。等我也有健保卡，耶。下次一定记得要带健保卡，否则就不能进入这间主题式的餐厅哦。老板突发奇想，将医院变成了餐厅，将点滴瓶变成了饮料瓶，还将大家避之不及的病床变成了摆满丰富美食的餐桌。但进餐厅之前，得先和咱们可爱的小护士挂号哟。需要健保卡吗？有啊有啊，在这边。对，这也有。叫我小黄就行。小黄。是小健吗？哎，我小，大家小健或是我小名。好 ，OK。那请帮你们代位哦。好，自己走去吗？我帮你开，有点。哎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我们给专业人士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。小健，我们有一个客人了。哦。欢迎光临。我好痛，好晕哦。好弱哦，你。不要想，一个是他洗手间，一个是洗手间。病人一个，你自己看，被人家服侍，你自己一个人这样子。餐厅从进门的亲切服务，到各项装潢设备，都颠覆了人们对医院恐惧的不安全感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一张床嘛。手啊，动手术的那个用的那个床，可惜要把它放碗杯在上面，变成一个。那你最近不是生病吗？对啊，生病。那你直接躺在上面好了、啊，然后我帮你点啊。这应该是插进你屁股的吧？是吗？这个是灌肠做的吗？哦，不是啊。那我试试看好了，来。啊，不是你，不是你生病吗？什么？我帮你插啊。那我帮你试看，它会没有那个效果好不好？有没有？然后再自己帮自己接好不好？是。对对对，那你的碗拿过来，我试试看好了。还是我们不是？我觉得其实好像还有更有趣的东西。是。这一般门上是管酒，是管酒，这是什么？管酒只有1%的酒精，那你们喝的时候啊，手指头压在上面，用拇指摇一摇就可以喝了，它喝起来冰冰凉凉的。我示范嘛 ，OK， 就是手指头压在上面摇一摇。哎，我错过了，可以再示范一次吗？对，所以喝这个酒的窍门就是喝的时候要先讲 bling bling bling， 然后好才可以喝。那我要尝试一下新的口味，看看还没试这个。可以用大拇指。还有你啊，你也要弄。我是真的生病，所以对，让我就代替我代你喝。我酒不喝酒，对，这是那要说声 bling bling， 好喝吗？好像汽水，好好喝。那还蛮不错，就是我只要看小护士就够。你只要看什么？这些就算了。哦，是啊。小护士就是强行症。那你今天生病嘛？对、啊。所以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吃。对。就吃的部分就由我自己来包。我喂你好了。对啊，你不是专业人士，不要。如果你来喂我，他们就失业了。我们请小护士好不好？是。冰冰拿来了。好，直接插进他屁股就行了。小护士的爱心奇招，让两位帅哥又爱又怕。你来喂我，他们就失业了。我们请小护士好不好？是。冰冰拿来了。好，直接插进他屁股就行了。是放耳朵吗？
其实，哦，真的是这样子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子喝吗？也可以装在杯子里。哦，很酷哎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试，你就直接喝好了。我不喝茶，抱歉。就是茶，我好多东西都不喝。哦，就装进。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让他亲手帮你哦灌进去的茶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是会喷很大力吗？还好，好喷。是没有为我们准备了特制的什么东西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来看看。冰冰你好。冰冰。是。这是什么呢？可以问一下吗？从这边。真像是那个。雪浆。哦，这很像那个是雪浆哦，是雪浆的。是。它比较像是胚胎吧。胚胎。这是我们这边的招牌酒，它是堕胎。啊。我不需要这个，因为那个是小弟我没那个问题啦。这个就可以直接喝吗？要一口气喝光。一口气喝光。那里面的成分有什么？它是水蜜桃酒加奶酒，然后加一点红石榴汁，然后把它做成变成像胚胎一样。哦，所以这个也算是酒类。对。OK， 好。加油。应该要再多两三个小时才会把它给拉出来吧？安胎药。哎，不是，这饮料呢，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那个，酒精很重很呛，但是喝了之后，其实那个味道啊，就在你的嘴里面会开始越来越甜的感觉。不呛的话，怎么把孩子给打掉？对。但是的确，真的这个是非常的好喝。应该来煮菜。没错，对对，在煮菜之前，刚才看你喝的很好，我也来试一下。哎，对你跟我说这个青色到底是什么味道？奇异果，奇异。酒精没很多，你要喝完它。感觉怎么样？好棒，好像以前上化学课的时候。对，喝的化学一瓶。对对。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有喝这种东西？然后以前，然后就会产生一些作用。对。然后很快，我就会跳级。但是喝了这么多东西，真的肚子会不会饿？是有一点饿。会有一点点饿。煮菜。煮菜去上场。哦。那很重要来了。Hello， 你好。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是我们 DS 秘制熏鸭胸，它是用我们的慢火鸭胸加上我们特殊的机器现场熏烤，它吃起来有淡淡的红酒香，是用红酒腌制的。那你先尝一口好了。我要人家喂我。我喂你啊。啊。专业人士。哎，行。对，还没介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介绍一下，我是你们这边的护士，我叫小戴。小戴你好，我最近手有点真的吗？是啊，哎，怎么不吃？哎，我喂你啊。不一样，太粗暴了，不要。粗暴。对哦，专业人士吗？是。这是我们 DS 秘制熏鸭胸，来试试看哦啊。干嘛做7、7、8呀？要舌头？没有，你要直接嘴巴给他。卷不卷？哇，专业人士会应该比较好吃一点点。那其实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嗯，这个酱料是可以。它是红酒酱料，然后它是弄成半熟，熏烤成半熟。对，我觉得那个酱料和这个鸭肉其实搭配的非常的棒，这个蛮好吃的，就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刚才没有专业人士喂我。有，我是专业人士啊，是唱歌的方面，你不是烹饪界的，还是餐厅界的名人这样子。那我们好啊。